这个呢可唔可以閂一閂燈俾佢睇清楚少少？呢個一定要講，因為呢個都係今個禮拜個案嚟嘅。啊，呢兩個講啊，呢個係一個一個阿姨，佢咧就陪人嚟睇嘅。咁睇下睇下咧，佢覺得幾好喎，咁樣咁啊要睇埋啊。咁你睇到咧，佢嗰個眼袋下邊咧有好多咩啊？基本上咧就係你哋會知道，亦都會話係同咩啊膽固醇有關，係咪？佢呢度有泡嘢，係凸起嘅。啊，我唔知個表表唔表達到出嚟啊？睇唔睇得到啊？佢係凸起嘅，喺入邊凸起嘅。呢度就有石棉啦。OK， 呢度就呢度入邊就有石棉，呢度。OK， 好，下一張。啊，呢一個係脷尖嚟嘅。咁咧，就係、是、我哋通過呢個脷尖咧，可以捕捉到咧，佢原來咧係一個嬲怒嘅信號喺呢度。呢個係一個嬲怒信號嚟嘅。啊 ，OK， 咁啊，脷尖咧係連結嘅心。如果脷尖成日紅咧，係心火嚟嘅，虛火，我哋講虛火啊。咁中藥要用黃連嘅，要用黃連嘅係苦嘅嘢啊，咁就可以卸啲心火啊。但係呢一張片咧，其實我係準備係講心身醫學嘅嘢講，因為我係揾到佢入邊背後嘅信息，就係、是、呢個人咧係嬲一啲嘢。而呢個係佢記憶嘅位嚟嘅，所以身體咧，你唔同嘅情緒咧，佢係有位匿嘅，佢匿喺唔同位嗰度，啊，佢唔係淨係喺個腦入邊。OK， 好，我哋呢個係呢位朋友嘅眼嘅另外一個點，啊，你有機會請佢出嚟分享，唔喺我哋在座嚇。OK， 呢個點係另外一個嬲怒嘅信號。咁我揾到佢身上咧，仲有七個憤怒喺度，有七個憤怒。嚇 ，OK， 好，下一張。邊個位置？眼下邊啊，嚇，即係眼一毛嗰度嚇。咁呢度咧，其實都係一個信號嚟噶。咁食指咧，啊，手診咧，手診咧，另外一套咧就係有關咧，就係手指係脾、肝、心、肺、腎，你幾背一背呢個？肝心肺腎，脾肝心肺腎啊！咁而食指咧，喺反射喺呢套嚟講咧，佢呢度咧係可以係反映咗係腎肝嘅啊！咁咧我就 check 到佢一個信號喺呢一度，匿咗喺呢度啊！咁如果你哋就咁睇咧？你哋睇到啲乜嘢？有時你會留意一下咯，留意一下一啲唔正常嘅白點啊！嗱，我呢度要分享一個比較特別啲嘅嗰個經驗，係我親身嘅經驗啦啊！所以手診咧，你一定要學啊！手診我係好快有班，不過你快啲報名唔係冇噶嚇。OK， 嗱，手診嗱，我講我自己先。我以前咧個心口咧係鬱如同。痛到去背脊，啊，中醫而家叫胸痛切背，啊，緩解嘅時候咧就前面冇痛，總之後面就好唔舒服嘅，成日要有一啲咁嘅動作 ，OK， 直至咧係跟我有另外一位老師，嗰位老師咧就係專醫類風濕嘅，啊，咁而家退咗休噶啦，啊，咁姓潘嘅叫潘光圖教授。咁曾經咧喺浸會去為佢開過一個風濕病研究中心喺尖沙咀。啊，當時咧我就跟佢學嘢學習。咁佢咧就用一種療法叫清血療法，就清淤血。嗱，同你哋講嘅叫做有啲嘅叫刺絡係唔一樣嘅，完全唔同觀念嘅。啊，因為出嚟嘅位置係唔一樣嘅。啊 ，OK， 清血療法。咁清血療法咧，佢清出嚟，佢同埋佢有藥力入咗去，
咁我清完之後就好舒服啦。咁就當年咧清完之後好幾年唔使做嘢，都冇嘢噶啦。咁喺大約13-14年前咧，我又再發一次，又係好唔舒服，但係唔係最唔舒服嗰下嘅嚟嘅。咁我就留意到一件事情，我留意到咧，我右手嘅位置咧，呢個位係有好唔正常、好唔尋常嘅紅啊！然後咧，咁我冇懷疑啦嚇。咁雖然學手診，咁樣手診還手診啊，症狀還症狀啦，有時未必咁快整合得到啊嘛。跟住再去處理，處理完之後咧，因為我啱留意咗啊嘛。咁啊零零舍舍咧一個印喎，一個控，嗰、那個控係點樣個控咧？嗰、那個控咧就係、是、好似圓筆嘅擦紙膠嗰、那個頭咁大到個圓圈咁嘅樣嘅，那個控就一個白，即係叫做缺血咗嘅樣嘅咁嘅控。嗱，本嚟係紅嘅，跟住就變成咩啊？因為你吸得耐咧，嗰度咧嗰忽咧，佢就產生一個缺血嘅信號俾你，明唔明意思啊 ？OK。咁嗰個係我印象中咧，因為第一身啊，自己發生緊，啱啱做治療之前之後對比，哇，完全成個一個窿，嗰、那個窿圓得圓喎，真係好圓嘅喎。咁我吸個位又係圓噶嘛，你明唔明意思啊？係咁硬嘅嘢嚟嘅，啊得唔得啊？咁手診咧認認真真嚇、啊，真係學一次可能唔夠啊，平均我學3次。學一次就知道個大概啦，第二次咧就開始學完之後咁同人睇啦。第一次就睇自己啦，學嘅時候猛諗自己啦。第二次學嘅時候咧係睇多幾個人，睇錯唔緊要，或者影多幾張相啊。因為林老師咧嗰、那個咩啊，嗰、那個經驗好豐富，係嘛？個經驗好豐富。咁兩至三次，最好問到我哋都唔識答你，但係你放心。所有老師都是今天不懂答你，明天就答到你，明天答不到你，下個禮拜都答到你，明白？給一些正面的壓力我們、啊、去成長、啊、好，阿張，這個呢就是一個病人、啊、我醫他的時候呢，我其實我同亦都是跟他做自脊的、啊、一個 S 了 的脊椎，但是呢當我跟他做的時候呢，我都要問診啊等等，咁啊，同你傾下，我望診啊，咁樣啊，竟然俾我望到佢擘大口同我講嘅時候咧，有條咁樣，我話唔喐，你話口喐唔喐？等我去影相啊！佢其實係擘大口嘅時候同我講嘢嘅時候，俾我見到呢條口水絲啊，明唔明啊 ？OK。朝頭早起身嘅時候，請你點樣啊？請你兩杯清水，嗰嚿痰落去 ，OK？ 咁睇下嗰個痰沉落去咧，有冇一啲類似咁嘅樣嘅嘢？啊，如果嗰個痰沉落去有一條咁嘅嘢，身體有連珠菌，得唔得 ？OK？好，下一張。啊，咁呢一個咧，呢一張圖咧就係韓國手診圖嚟嘅，啊，韓國嗰派嘅手診圖。咁而咧，韓式嘅針灸咧，佢其中一派咧係做專係針個手背嘅。咁呢張相其實信息都好豐富嘅。第一咧就佢有疤痕啦，見啦。有疤痕的時候，如果疤痕是長得不漂亮的話，其實它是會對這個同樣的 相應的區域呢，它產生一種拉扯，明白嗎？即是它會反射回轉頭在那個位置，是會造成呢這裡成緊的、okay? 所以疤痕的處理呢都是一個很重要的學問。而疤痕成得為疤痕，
都符合我刚才讲的暗疮印的那个原则。因为愈合的过程中还有伤口，毒素就会借势去推出来，不过你又埋了口，这些东西就屈了在这个区。OK？ 所以身体有伤口，身体都不是只是在这里叫救命，它是借势都推这些垃圾出来。行不行 ？OK， 你有冇屋企有人等垃圾嘅时候，等，我仲有啲嘢等埋啊嘛，系咪？咁快等个垃圾桶，系嘛？垃圾袋系嘛？得唔得？有时抌开点样啊？要咩啊？有时借势就去抌嘢，而咧佢嘅腰唔妥咧，直接就系同佢带呢条链有关，啊，有关吓。有關的程度呢，通常我講得嘅咧，唔會少過30%，我先講嘅啫。OK， 咁以呢個嚟計咧，我冇記錯咧，應該係超過60%係同呢條鏈有關。而好多呢啲好多唔等使嘅嘢，你唔知嗰啲金屬係入邊咩合金嚟嘅，我咧合金產生微電流，合金會引電磁波，引去邊度？引去呢區，所以佢哋睇嘅病就喺呢度，得唔得 ？OK， 好，下一張。OK， 嗱，我都做功課嚇，基礎嘅毒理學，即係話你要講毒，你最起碼講基礎先啦。咁基礎嘅毒理學入邊。就是眼睛的毒性了。眼睛的毒性的这个 chapter 里面，我就找到两件事情，一个就是水银，一个就是铅。铅呢，因为我在个 iPad 那里，在个 iPhone， 很小的 iPhone 那里， 我其实拆了很多次的，但是撩来撩去都撩不好，只是个铅。OK， 因为手指头都粗一点。铅和空不同。鉛咧係會直接影響緊視網膜嘅柱狀細胞，柱狀細胞係光細胞，與視覺有關。鉛會影響細胞代謝，引起細胞退化同死亡。OK， 水銀唔同，水銀會填充透過血腦屏障，而手機就係打開你血腦屏障嘅其中一樣嘢。嚇，咁佢入腦噶啦嚇。打開血腦屏障，影響視覺皮質，腦部嘅視覺皮質發生。神經病變影響神經的脈衝傳入及傳出皮質而影響視覺，所以這個是講視覺，很多人是講視力。 OK、視力不是只有視力，一個叫做看，一個叫見。看就是眼，見就是腦的東西和神經的東西，是不是 OK？一個接收，一個處理信號，得唔得？所以看見係兩個觀念。OK， 好，下一張。啊，咁呢一個咧就我頭先整理嘅時候咧嚇，唉，掟埋呢張出嚟俾你哋知啦嚇。知道世界上好多人唔知道世界上嗰啲咁嘅嘢。呢個係一派嘅叫做心理脈學，呢派都好勁嚇。OK， 呢派咧就係通過把脈知道你係咩情緒。通過把脈，在脈的邊個位置，啊，寸關尺的邊個位置可以把得出你是什麼情緒，啊，那這個我是學過，不過我不是掌握這套方法，我是用另外一種方法，是通過經絡知道你的情緒，啊，OK，啊，你看有位置的，因為不同的情緒呢，它真的有發出來的地方，而且有規律，啊，人家就整理一個規律，啊，整理了出來，是吧？這些秘笈來的，本來不應該，即是沒上過堂，人家不給的，這些，啊，不過見識一下，啊，知道世界上有這些，啊，拍掌給他，在北京的這個老師，啊，这个就是当一个人的腰和
抵追得到平衡的時候呢，其實條頸應該是這樣的。這個人是沒有碰他條頸的，沒有碰他條頸，條頸他躺在那裡的，兩張相都是前後躺在那裡。 OK， 下面穿著衣服的 OK，女士來的 OK。 跟著呢就你看不看到多誇張，一個人整條紋不見了。為什麼？為什麼？腰鬆回咯，胸椎鬆回咯，那種拉扯的力量放回鬆回咯。那裡都成寸位的，半寸至一寸位的，即是你的度高呢可能多回半寸至一寸的。它不是高了，它是歪了那些，其實不是很難的，每一節骨跟你偷感一歪的時候呢，跟你偷感那1mm 而已，你有什麼那麼難變成一寸而已，是吧？所以很多人縮水，它不是縮水，它是移了位都排列。那移位有什麼不好？神經壓迫咯，這裡酸那裡攰咯，OK， 好，下一張。所以學拉筋啦，刮痧有些幫助啦，好啦，咁這個是我發表另外一篇文章的一個資料嚟嘅，咁啱啱有個痛症會議嘅發表嘅文章就係呢篇，咁呢度咧係我係向中醫界咧去提出，因為呢樣嘢佢哋唔知道，唔知道咩咧？就係因為有一種內傷叫食傷，有一種內傷叫食傷，食出嚟嘅傷害。OK， 咁我其中一個主題就叫現代食傷，因為我專研究內傷啊嘛，內傷點樣？心的內傷啦，情緒的內傷啦，同埋嗰個食翻嚟嘅內傷啦，姿勢所造成的傷害啦，OK， 咁如果食傷的主數嗰個病人咧，佢講咩咧？佢係佢話佢成日都膊頭攰，精神唔夠，唔夠集中力。好易屈，食唔落嘢，肌肉冇力 ，OK， 肢體嘅感覺同埋感覺好似怪怪地，可能你都麻啊啲鼻啊咁樣，二種，喐得多咧，呼吸又難，心又跳得犀利，甚至咧有時嚴重嘅時候會心力衰竭。咁其實咧有一種症叫周圍神經炎。佢亦都會令到咧感覺嘅障礙，同埋局部地方咧係冇咗感覺，冇咗知覺。其實呢啲係神經炎嚟嘅。咁問診嘅重點係乜嘢咧？就問佢嗱，聽住啦，由肺發出嚟嘅説話叫廢話嚇。食用精製加工食品如白米、精製加工嘅食品如粉面、粉方，第三白就係白米、白糖、白面粉。因為白米、白糖、白麵粉全部都是咩啊？耗維他命 B1 最多的東西。第二樣咧，用眼過度、勞神過度，用眼過度、勞神過度，因為 B1 是精神維生素。OK， 咁所以咧，而家同20年前的我哋嘅生活，係咪個個都帶住部手機？係咪？咁其實咧，對於維他命 B1 嘅需求。是比20年前咧，應該係倍增咗好多好多好多倍。而當時咧，其中一樣我欣賞 Nutrilite 嘅呢個產品咧，就係睇到佢 double 入邊咧，佢根本就已經加強咗俾我哋，係夠當時用，但係而家係唔夠，得唔得？而家要再加多好多倍，因為我哋係精神維生素耗視力。即係好耗神就會用得到，OK， 佢亦都叫士氣維生素，所以你要評估一個人，我叫透過細節看健康。如果你睇佢 B 1夠唔夠，好易睇。第一，佢係咪戴眼鏡嘅人？戴眼鏡你係更加用神嘅，其實係更加吃力嘅你睇嘢。第二，你戴眼鏡係咪睇？戴眼鏡我嚟睇近嘢仲大劑，近視鏡我嚟睇咩嘅？請舉手講。
近視鏡睇近嘢舉手，睇遠嘢舉手。近視鏡我嚟睇遠嘢嘅，唔係我嚟睇近嘢。所以我訓練啲小朋友去講，老師你錯咗啦，你睇嗰本書嘅時候，請你放低眼鏡啦。好多人原來唔知道近視鏡係我嚟睇遠嘢嘅，唔係我嚟睇文件嘅。不過唔好意思，好多醫生都講錯，啊唔怪得，眼科都係咁話，啊食物嘅來源係全谷嘅酵母、米糠、全麥、燕麥、花生、豬肉 ，OK。佢唔夠嘅時候咧，其中一個重點就係肩頭髮薑髮酸係膊頭背嘅 B 1唔夠嘅膊頭背係冇神嘅。是沒有神的，維他命 E 不夠的膊頭背是黑眼圈勁的，還有怕凍的，是不同的。 OK， 維他命 E 不夠的時候呢會黑眼圈啦，紅血球會破壞啦，啊，還有一些靜脈呢是會暗色一點的，啊，OK， 它回流得麻麻地，啊，頭髮啦衰老啦，頭髮枯乾啦，啊生殖系統有關啦，陽痿水腫啦，啊 ，OK， 皮膚嘅病害啦、病患啦，啊，肌肉嘅衰弱係啊，維他命 E 唔夠會肌力都下降嘅，都肌肉嘅力係唔夠嘅，會哮循環障礙，所以手腳虛冷啦，啊，筋膜得唔到滋潤咧，所以佢收縮嘅時候咧，成日引起炎症，難於恢復啊。咁呢個就係我哋講嘅嗰句叫做抗氧化。的功能不夠了，啊，OK， 咁維他命 E 咧，啊，或者叫維生素 E 咧，啊，咁如果食物欠缺咗油脂，其實係唔夠嘅，所以係你係要有喺油脂下你補充個粒 E 咧，個效果好少少，啊，所以唔好大大聲話我有補充到 double 就以為怎麼樣，而你補充嗰下咧，有時咧。就是你只是用水下去了，又隔得那餐太久，那餐又可能沒有油水，其實那些脂溶性維生素都是吸收不良，吸收得不好，行不行？而一系列的營養狀態得不到最好的效果，就是因為你不懂得脂溶性維生素是要配合脂肪去補充，很多人錯了這件事。那很多人錯不要緊，你學過幾期營養班都錯呢樣嘢，真係有啲揾自己笨啩，得唔得 ？OK， 嗱，跟翻呢啲嘢嚇。OK， 好，崩緊、肌肉僵硬、暴躁、情緒暴躁、焦慮、失眠、頭痛、慢性疲勞、便秘。咁呢個係蔬菜量不足，因為蔬菜綠色嘅蔬菜係含鎂，而鎂係其中一種咩啊？啊，點解我呢度寫慢性重金屬？呢、这個性慢性我寫錯咗啊！慢性重金屬中毒如含汞嘅物料咧，啊，我特登加翻呢個上去，因為而家呢個主題好重要，而我哋係好有經驗處理慢性重金屬中毒水銀。而佢，我哋唔好等佢發個病出嚟，因為我哋係追蹤到佢係匿喺邊。呢、这個好狡猾嘅水銀，你追佢佢會走嘅，但係佢條路線圖完全我係知道。點走法？佢喺經絡嗰度咧，你咁樣捉佢，佢走嘅，有條路走嘅，啊，佢會走嘅，佢唔係好順攤俾你搞，啊，俾佢捉佢。而鎂咧係其中一隻可以解水銀毒嘅嘢，所以當我哋咧，你啲人大聲，我食咗鈣鎂啦，我話咩？就係鎂唔夠，就係鎂唔夠。點解啊？你有嘅咁嘅能量保留。你吃下去你的鎂都不是在做鎂要做的事，其他事它在做鎂的其中一種功能就是解毒，解水銀毒。那你怎麼會救鎂呢？不救鎂會怎樣？我試過了，心臟會 發問題的，會出事的，啊，所以我在這裡是鄭重去勸大家，那個鈣鎂是不可以太長期，是太多的份量，你三粒四粒就算了，我就如果你長期去到六粒八粒咧，超過兩個禮拜咧，我話俾你聽咧，鈣係其中一種係可以變成毒素嘅嘢嚟嘅。鈣中毒咧係點樣嘅咧？
钙中毒咧系好简单嘅啫，就系啲筋膜系硬嘅，所以啲筋好硬咧，分分钟你系钙镁食错咗量。而呢种人咧系咩人咧？唔健康嘅人，手机日日打嘅，因为维他命 D 唔够，你嘅钙更加用得唔好。电磁波高嘅人个钙系冇运输能力。而镁只是解沉積，镁是用來解沉積的鈣。這些症我們做很多，做很多。今天呢，我來之前最後那個症就是這種事情，就是這種事情。他來的時候呢，是站起身都掩著腰的。他離開我診室的時候呢，幾乎鬆了的，彎到腰跟我鞠躬，眼睛在其實他有試緊腰鬆了多少。我說不要禮貌啊你。條腰又粗又盛又脹，你要彎得很低都不是很容易，因為它根本就抽住痛入個診室嘅，就是美質爭太遠，爭太遠。OK， 深綠色的蔬菜，請問你每天有冇半斤或以上呢？我就不夠了。OK， 邊個有啊？我都想知道邊個有呢、這個半斤或以上每日，係嘛？係咯，呢、這個大約是幾丁手啫喎，都係得嚇幾隻啫喎，都係五六個人喎、而鎂係護心嘅礦物質，護心嘅礦物質，鎂係幫手解傷人毒啦。仲有，你要保守你啲心勝過保守一切嘅念咧，一切嘅果效由心出發，呢個係聖經講嘅金句。咁而套翻落能量醫學嗰度咧，都係嘅。有很多人轉不到念，或者有心無力，其實跟欠美質有關，得唔得？記住我呢句説話。當你覺得有心無力的時候咧，除了 double 補充翻足夠，檢視一下有冇過分補充緊鈣鎂，有冇接觸陽光，有冇食翻或者飲翻幾支小麥草，太寒的時候咧加翻少少薑。頂一頂先，得唔得？深綠色嘅蔬菜，諗下自己欠咗幾耐，呢個係日日要嘅嘢嚟嘅，得唔得？但有例。